奴才伺候娘娘沐浴。先皇病逝，宦官摄政，断楚登基尚不过半年，没有根基，处处掣肘，真正把控西夏朝政的人是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。娘娘莫要戏弄奴才，给我个孩子，本宫让你做太上皇。娘娘是人，奴才糊涂，不然就把你是假太监的事情公之于众，欺瞒君上，淫秽后宫。段楚可算有了整治你的由头。您觉着奴才会怕这点危险吗？娘娘这细颈细腰之，奴才一只手便能折断了。你舍不得杀我，九千岁贪图本宫的美色。是啊，娘娘如何决断，奴才心甘情愿做娘娘的君下之臣。